或者是我们找一个会议室让他们休息。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继续进行那个陆委会的协商。好，好，我们到下面了。讲都不动，都坐在叫他们来拿啊！我感冒啊，我一直流鼻。
大家都就位了吗？哈，哎，那个不相关的那个各单位，你们可以先回去休息。真的，你们在这里哈，第一个空气不好，然后等一下又感冒，那所以你们可以回去休息，好不好？所以刚才有官员来问我说，哎，陆委会的预算大概会省多久？我跟大家报告，看委员讲话讲多久。委员如果讲很久，我也没办法。对，好，来，我们就开始继续哈。我们那一天讲到第四幕，对，那个法政业务的部分哈。来，那请说明哈。是各位委员，有关第四幕的部分，因为上次已经有审了一半哈，那当然有蛮多的委员关切有关共导的成效哈，然后海基会的预算哈，然后以及就是有关陆配权益的一些事项哈。那上次大概也有简要说明哈，就是在共导的部分啊，其实政府这一部分哈，那也积极要做一些努力哈，那有相关的一些具体一些成效哈，那会用书面哈再来跟委员会这边来做说明哈。那至于说有关陆配权益这一部分，上次也有提到，就是说在行政院这部分，那当初提出来的这一个修正案是六年改成四年哈，那最后目前的一个进度是在党团协商的一个阶段哈，那这个要做这样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那其他就第四幕法政处的一个预算，那今年大概就增加2100左右哈，那。2100，对，那这个是包含海基会1730哈，那法政处的部分哈，那大概就是390左右哈。那我们是针对就是说中国大陆在19大之后哈，那因为相关的一些制度和法令的一些变更，我们需要去做一些积极的一些研究，那以及在两岸人员往来哈，那交流的一些策略哈，也要去了解分析哈，那寻求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式，那。我们大概就是增加这391万的一个预算啊的一个未来的一些规划啊内容啊，我是不是做简单以上报告？各位有没有意见？那好，第一位是我们好，那再来就林委员哈。好，谢谢主席。那个32页的哈，打击犯罪的这个业务费哈，这个已经停滞很久啦，你们编这个预算。对不对？我那天咨询有讲啊，主委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根本都没有，都已经停滞，都没有往来啦、啊，对不对？没有交。委员报告，我们最近刑事警察局局长才到对岸去的。有了，有去了吗？局长有去了吗？要答询的都拿麦克风哈、啊。那个局长都有去了吗？都已经有交流了哈。我想这个很重要。刑事警察局局长最近才去、啊，我不会挡这个预算呢、啊，我也不会冻结。那我的意思提出来就是说，你们既然编这个预算，你一定要去做。我们很多没有办法去打，因为这个我们条例都已经签署了、啊，对不对？我们停滞没有去做嘛，对不对？我上次有讲嘛，还是要用一下哈。另外一个34页哈，这两岸就身份证的问题啊，陆那个没有，中国大陆的嘿那个，这个说明一下好不好？有什么不能参政啊？又不能干嘛、啊？对不对？我上次也有提了嘛，有咨询过了嘛。主委，说明一下。麦克风打开。因为在大陆要生活、要就学、就业、要工作，这些拿居住证是 OK 的。那如果你没有要在大陆长期生活、居住、工作，那就不好拿这个。然后参政前是不会限缩啦，但是被选举前，你要当立法委员，那你总不好意思被选举前才有嘛、哈。就跟我们有外国护照一样嘛，哈、被选举前那当然不好嘛、当立法委员在那边住半年也讲不过去啦、大概是这样子啦。好，那么针对法政业务，刚才那个陆委会有说明哈，就是陆配六改是还是摆在党团，其实这个案子我们是非常有意见。那事实上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已经将近3年的时间了。那如果当时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包括国际法、移民法以及两岸关系条例，在修法过程当中，希望得到平等而不被歧视。我想，如果民进党政府一直都是以人权治国的这样子一个理念，那只有这一块不处理，我们认为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建议陆委会的主委，因为不管如何，这样子的一个业务，主要业务还是你们的业务，那么整个民进党政府一定会尊重你们的主张。所以这个案子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赶快提出来，好，那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比较公平。那其他预算大家还有意见吗？好，主席哦，延续上次会议了，就一样。刚才其实我们也有委员在关心南共打状况，当然听起来是有去拜访哦，但是问题是还是没有交流了。但交流但是谈业务，但没有成效嘛，就没有成效啊，就给你的七个嘛，对不？哎，去年嘛十几个，前年也八十几个啊。跟以前讲，我说每年平均超过五六十位。差距很大啦，那但预算还增加，我觉得这个，我觉得除非他们有办法允诺成效回到之前呢、啊，要么我就没有给钱，给那么多钱的道理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可能到通案，因为我刚在前之前那个在一般比较是对，在综合规划业务的时候，主委也提到很多委办，就是评估。刚才法政处又在讲委办评估，就赶上陆委会变研究机构啊，就好多的研究案啊，那这个都成为增加预算的原因，所以到时候可能通案的时候是建议这应该通案做一个讨论。好，刘委员，那个刚刚有那个林委员提到说委办费的部分哈，在我第十一页里面也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哈。我觉得说我们两岸关系当然做研究哈，讨论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这个综合规划业务上面呢，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管机关呢、啊、来做一下说明哈？为什么你们编列的项目那么的高哈？那这个部分呢，我需要了解一下哈，那再决定说是不是要减列。那可以继续讲吗？好，那好，没有，我在十一页的，然后三十一页，对，我是一起提，因为刚刚有人也提到那个委办费用的部分，所以我一起提。对。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三十一页的地方了哈，跟非洲猪瘟有关系哈。那这两天我们在质询陆委会的时候，就是说好像外界都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都已读不回哈？那所以我要了解说是不是真的已读不回，或者是我们也曾经透过世界动物的卫生组织啊来取得相关的资讯，否则像现在非洲猪瘟的这个疫情持续扩散，而且已经扩散到其他的国家哈，包括日本呢也都相当的紧张哈。这是一个防疫非常严格的国家，对我们来讲哈，尤其是台湾的猪农跟台湾的消费族群啊，影响真的非常大。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法政业务的人呢，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说法，或者请主委来提一下你的说法，好不好？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委员，好，这位公料他这位回答哈，好好。那刚刚我呼吁一下我们主席谈到的六改四的议题啦哈，我觉得说这个议题也在立法院很久了，那陆委会这边应该要有责任，尤其是法政处，本来这是一个规划我们相关的法令跟所谓的修正的法令的部分，那法政处没有尽到你们相关的义务啦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再一次的提醒，也希望陆委会这边尽快去做一个推动跟修法。那再来就是说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大幅的预算，而且在每一幕都有增加预算，从我们上个礼拜审到现在。那我记得其实我们在上会期的时候，其实你们在审陆委会的预算，其实就本来不能每一个部会的预算可以这样子每一幕都增加的，因为我刚刚也在上面审其他部会的预算，其实没有人这样子在增加预算的。而且我们的两岸共打，不管是刚刚我们那个林委员有在谈到的，我们共打的那个
量是减少的，那我们两岸之间的相关的交流是比马政府执政时代是减少的，那减少前应该要剩下，不剩是还要增加，我觉得这不太合理了，主席。好，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来，那个。好，主席，我针对那个33页哈，就是两岸的共打哈，打击犯罪与司法互助哈协议，啊，因为哈，我看去年哈，去年是107年跟108年有增加，但是我看的效果哈，以及两岸的积极度哈，以及两岸的互动啊，比例也没提高，哦，这一点哈，我也请陆委会来做说明啊，谢谢。陆委会一并说明。这样委办会员增加最主要，之前礼拜一也讲到了，对不起，应付这个，谢谢，应付那个美中的贸易禁止以及安全的这种的这个禁足啊，现在这个情势太多的复杂的东西，那我们一方面也到大陆去了解，让大陆的人来哈。啊，因为我们也能够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比如其实最近大陆这个，比如像那个人民大那个北大的国际关系的院的那个院长来，我们也跟他深谈啊，因为他也是一个在政府部门有一些工作的哈，那就另外也在国际社会我们也要去了解，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复杂，影响两岸，影响我们老百姓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大量增加委办费用，原因在这里哈。我们必须要相当多的情资，这个情资就是到我脑袋里啊，到哪里我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突然增加这么多。那这个法政业不是只有共打而已的，不要只集中在共打哈，因为还有很多法治面的。我们要怎么样一个建立的面对美中这个贸易禁止各方面的时候，我们要一个新的一个怎么样的法治哈，要是一个什么东西要去演绎的，你不要台上要不要回来。哦，那回来的过程当中，他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进一步去了解哈，所以不要把那个法政业务只放在共打了。那共打当然我们在努力，因为成绩不好才要给我们多一点钱去努力嘛。那现在我们努力到那个什么那个警政署署长也能够去的了哈，啊，所以呢，还请各位委员多多支持，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情势不是单纯台湾跟大陆的情势而已，整个国际社会大家都关注，大家都是想了解，所以要拜托各位给我们多一点委办费。我常常讲说，即使再给我10倍都不够了，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情势哈，这么大的一个变迁了，跟以前不一样的。主委，如果做得好哈，给你100倍都没问题啊。做了不好，你说这样子，我觉得说我们主要是要我们来处理好不好？好。法政业务的部分，因为他们今年增加了2000多万的预算，好，那我们原则上这样子处理，征询大家的意见，就比照去年108年在审查的时候，就去年审查的时候，我们当时所做的决议是捐助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的预算当中冻结15%，而且必须要到立法院来报告，使得动支哈。那至于增加的预算当中，我要征询大家的意见，看大家如果要删减，或者还是按照比照这个来冻结，请他们来报告。主席，我跟各位说明一下了哈，因为昨天主席很关心，我也觉得一定要很仔细的下去了解，所以呢，我就特别去细目哈，一去问了哈。那现在问出来就是说，海基会哈，它的资讯设备，它的网络核心交换器设备超过11年了，这个如果要换120万，它的伺服器跟网络设备超过13年，好，伺服器13年，然后网络设备11年，这个如果要换哈，那伺服器的预算是526万，那网络设备是560万，它的公文管理系统18年了，超过18年了，好，公文系资讯哦，哈，然后司法行政协助系统的扫描器10年了，哈，然后它的官网 APP 的改版案哈，它的现行的网站是超过10年了。所以他所增加的预算里面
资讯设备的部分就1430万了。那资讯设备这种东西，我要买，就是我第一时间上网的时候，我就要框预算上去啊。所以你如果给他冻结15%，他怎么上网？好，所以要跟他冻结啊。所以等一下，对，所以他增加的预算是这个嘛？所以增加的预算如果要去比照，对了，所以我是在说明啦。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比照，我相信他们会自爱难行。那我刚刚有问，我才知道哈，说你们海基会怎么来这种阵容啊？就他们是说我们那个委员会没通知他们列席啦，海基会没有收到列席通知啦，啊，所以也不是他们没礼貌啦。我想那个主秘啊、专委啊、专门委员啊，哈，你们应该要负一点责任，因为我们有收海基会的预算呐、啊。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要补助他们的。没关系，好，来，那谢谢管委的那个帮又说了一些做了一些说明哈。我再宣布一次，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预算当中。刚才管委员讲的这个设备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去动它。好，那么至于2100万扣掉1700万，大概还有增加的将近400万，这个部分我们征询委员的意见。好，那另外就是针对捐助海基会办理两岸中的介入的事项的这个业务费，我们比照去年一样冻结15%。请他们来报告后，使得动之，安内的无党的医生啊，好。周伟，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从明年开始要执行这方面的预算，其实跟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的这个政党的发展有关系哈。那现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要办所谓的这个双城论坛呐哈，那这个部分呢，最后一定要总结到是由我们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在做协调联系的工作。那如果招委的主张是说，预算的额度跟去年一样的话，其实一定会造成他们在执行上面的困扰。所以我是建议说，要冻结的额度不要那么高。那同时大家也都了解。下个会期是最后一个会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委员会里面能不能成会来开会都有困难，所以其实你提冻结的意思就是删除啦，就是删除。所以我是认为说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要么就提书面报告，因为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执行的不好，自然有委员或是媒体会来做监督的工作哈。更何况这一切都是要公开跟透明，所以我不主张第一个删减额度那么高。然后第二个呢，不要请他们来做所谓的专案报告，提书面报告，或是我们把它总结这一幕，做成一个主决议，把每一个委员所关心的议案，或是里面的内容呢，把它详列在里面就可以了。谢谢。还有其他的意见吗？那林委员，主席，我就具体建议了，因为我觉得法政业务哦。法政业务真的感觉起来跟我们前几年的运作，它应该没有增加的必要了。那我就具体建议删除300万。来，我想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李委员提出删除300万，那昨天好像前天呢，哈，主委提出删100万嘛，哈，对不对？那100跟300折中，300万，然后我们的预算冻结，因为去年我们是冻结15%，刚才有许多委员说冻结太多，会等等等等，我们就冻结10%，然后还是经过。那如果再这样子，那我就要坚持15%，就再送第二次协商了。那个赵伟，我们还是那个务实的讲了。譬如说你十的话，啊、不是十的话，那他上网的时候他怎么框？没有那个部分没有跟你删呐、啊。所以你是以400的管委员，你可能误会了10%，是不是？不是，对啊、是我们接不是这个跟那个无关。他增加的设备费我们没有动，那另外他增加了400万，我们折中300万，那所有预算里面的1亿5000多万。冻结跟去年我们在审预算一样，冻结10%，然后请他们来专案报告，以后我们使得动之，这个很合理的。好，那就这样子哈。好。那个没有动啊，对啊，我从刚才就没有动。删100万就好了。删200万嘛，对嘛。那整个陆委会的预算冻结十分之一嘛，
对对对对对，捐助海基会那一块，它整个如果捐助也有，还有捐助海基会，不是1700万那个吗？不是，就是捐助海基会的1亿多的预算冻结10%，所以这一次增加的预算，我没有跟你商量，我很客气的呢。那个。这样总额度是多少？那个、你算十分之一，这个也扣，那个也扣，最后再有多少？我有点，刘委员没有扣，这个额度总共额度是多少？主席，我们报告，我们几个委员是3100万了、啊，冻结10%了，这样好不好？好不好？这样可以吗？那个就是动1000多万的意思啦，好、哦，删200万，动1000多万啦，哈、哦，好啦，因都讲会使，当然了，因官员都讲会使。那个已经超，这个已经超级支持陆委会了哈。来，陈委员，没有我们，哎，我们稍微把握一下，因为今天包括作业，不，因为我亚处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41案呐、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冻结的方式，其实就跟那个招委的方向是一致，只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海基会的部分可以跟我说一下，就是因为你108年的部分又增列海基陆委会增列海基会的预算是1730万，那增列这部分到底是增列在哪里？因为基本上你业务已经减少了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让我们了解一下？是谁要说明呢、啊？没有，那个等一下哈，不是你们等一下，各位委员，其实你们把几个预算混在一起谈，因为我那个陆委会的主委已经告诉大家没有问题，因为我把那个明细都弄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们非常支持陆委会。好，你再说明，你要不要吃一个喉糖再继续说明？是这样子了哈，因为我们法政处本来就有补助海基会那个1亿多嘛，啊，那个一亿多的部分跟我们陆委会一样，都是动十分之一，然后来报告以后就可以好，对啊，然后这次有增加的，另外有增加的预算嘛。增加预算1700多万，1700多万要给海基会设备这一部分不删不动啊、哦。那另外我陆委会增加了那个300多万，法政处增加300多万，删200万，就这样的。没有，就是刚才他念的这样子。刘伟，你放120个心，我没点要作怪哈，你放心哈，因为我本来就很支持陆委会。没有，这样很清楚。我刚刚宣布的已经很清楚，就是原来他们的1亿多要补助海基会的部分，我们冻结10%，请他们到会报告之后使得动之。好，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增加设备的部分，我们没有删减。好，第三个就是陆委会增加的390万，将近400万后，我们删200万。好，大概就非常清楚哈。好，我们就这样哈，通过哈。后面的不予处理啊，不予处理啊。后面不要处理了。后面不予处理了。后面哪些？那个正式法政业务的部分，那个港澳的部分还没有处理啊。来，现在第五幕来。那个等一下再讲好吗？我们现在先进行好不好？来。现在来港澳蒙藏业务来，请说明。好，主席，各位委员，有关这个港澳蒙藏业务，108年是编列了1亿7126万4000元哦。那这个整个的预算主要是在推动我们这个港澳蒙藏的情势的分析，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台港澳之间的交流。那中间的预算比较大的部分，是因为我们有两个外馆哈，一个是澳门，一个是香港。那针对委员这次有垂询有关我们对那个国人的紧急急难救助的这个部分哦，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105年的时候有修订那个紧急急难救助的要点，然后并且有订那个追偿的这个机制。那所以现在有53件49人的这个紧急急难救助的这个追偿款，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法院的这个强制执行，而且也拿到那个债权的一个凭证。那我们
恳请委员，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过去的这两年多来，其实港澳的这个跟委员会报告，这个案子是本席的提案，因为港澳门站业务这个部分，他们今年也增加了800多万。好，那我大概从头开始看，从综合业务增加800多万，经济业务增加500多万，法政业务增加2000多万，港澳业务增加800多万。那刚才他们的报告，我想我们其实立法院在增加预算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考虑的，因为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我本席可以同意不跟你删除，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冻结六分之一，然后到会报告以后使得动之。哎，这专业做干单了，我都跟你支持了嘛。好，冻结十分之一，好，那就冻结十分之一，到会报告哈，使得动之。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就联络业务来。哎，43，对不起，主席。第五目的43。现在第五目，对不起。第五目，我知道。第五幕结束了，现在第六幕来。我还没有说明我的案子哎、你要发表意见，那就不修改刚才的那个哈。好，那我们把握时间好不 好？因为我们今天案子很多。主席，这个案子我提的案子主要是要提醒我们陆委会，刚刚特别提到我们105年5月通过了这个国人在香港、澳门急难救助实施要点嘛，哦，那。但是这个案子我发现这两年106107到目前为止大概借出了80几万，但是呢其中的这个待追偿的借款却高达了将近36万元，这个比例哦，就是你的这个待追偿比例高达了40%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我本席是建议要冻结50万了，因为刚刚讲的就是预算还是国民的纳税钱嘛，你借出去钱，虽然做急难救助是好事，但是你的这个收不回来，这比例实在太高了，高达40%多，这一点还是希望你们要改进，去做个说明改进。那就是请陆委会还要再检讨哈，他要求的比我还多哈。那我那个800多万，我看我不删还不行嘞哈。对啊，好，好，没有了，好，好，大家互相尊重。但就是这个部分的业务，蒋委员的意见，你们还是要再加强，好不好？好，来，现在进入第六幕，来，请说明。来，那个45页啊，这个主委，我一直说了，钱给你没关系，这个联络哦，你们这个不进步啊，而且联络的那管道也不畅通啊，这个钱我没有意见，多给你们没关系，但是你有没有把握说，我们以后从现在开始啊，跟大陆的管道会可以疏通，联络更好，哦，这个你讲啊，那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我们、那个、跳探口这个人不接，你要换另外一个人嘛？不是，我那个管道其实蛮通的啦。我跟大家报告，那个最近对岸来的，不管是智库学者、专家，我们常常在那边吃早餐，谈了很多那了解的情况啦。学者专家当然可以啊，比如那个学者专家当然他们也都有，因为都是对台系统的智库人员啊，所以我们那个管道其实蛮畅通，还是畅通的嘛哈。最好是你讲的这样，我最近有发现他们都有来了，而且来的层级是省以上的哈，都有来，都不错了哈，这个要多多加油哈，好不好？我那个其实我的看法哈，这个联络业务哈，我本来的想法也是哈，你们到底管道畅不畅通，到底有没有达到实质的效果了哈？但我是觉得啦，有一些这个专家学者哈，我觉得那是不够的啦。哦，讲句专家学者，其应该你本来就很熟了，应该要有其他的管道啦。好，一起回答好吗？你要一起回答吗？我们在同一幕啊。好，同一幕，好，刘委员嘿。那个刚刚陆委会并没有回答我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已经有20几个省有非洲猪瘟疫情严重的部分了哈，我要再强调的部分是过年到了哈，那过年到了，不管是元旦或是春节假期的时候，不管是台湾的我们的中国大陆的配偶，或者是有
有人从这个中国大陆回来台湾，不管是小三通或是搭飞机啊，甚至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就算是没有正式的一个管道，但是国际上的就是说是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动物界的这个卫生组织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到底我们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讯息，要求中国大陆一定要给我们回应现在的疫情的状况。那同时我希望说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可以在小三通的各个港口，不管是航港或者是空港，用简体字也没关系，告诉他们现在我们的罚款已经提高到20万一件，否则就希望他们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那个海关之前把它丢弃或是烧毁都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告诉他的话，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应该告诉他，但是我们都收不到这方面相关的讯息，这方面的陆委会现在到底有做啊没做这样，我就一直给你卡卡卡你这个很重要的部分都还没回答，嘿，好不好，拜托，现在可以回答了。好，是首先回答那个刘委员的这个意见啊，我们分两块在做了哈，一个这个宣导这个部分，我已经去了金门马祖好几次了，那明天还要跟院长再次去金门啊，我们还要跟院长再去去宣导啊，简体字这个都有了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跟世界卫生组织这部分，我们会同这个这个动物对，还有那个为世界动物卫生，对，还有了我们那个农产品检验，对，这些部分还有卫生署食品，对，还有卫生署的陈世忠那边，我们会同去那边。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已经第四次发函给对方，现在重点不是在宣导而已，重点是他那边也要抓起来去管控啦，就是说比如说这电子商务，我们现在是提了一个三个议题，其中最重要的议题就希望能够去跟他谈，你要去管制你的电子商务哦，因为不要这样寄过来，那么我们会持续去 request 他，哦，所以是现在目前是三方面在进行了。他们有宣布他们现在是疫区了吗？现在中国大陆有宣布他们是疫区？22个是疫区。中国大陆有宣布他们是疫区了吗？22省是疫区。那我可不可以问你，台湾的民众晓不晓得这22省是哪22省？没有啊，我们就看到统计数字，中国大陆22省啊，到底是都22省？青康藏高原呢？不会没起来了。不是啦。我的意思说，我们在宣导的时候，我刚已经跟你提过，我们这边会有中国大陆配偶要回家去，那也要告诉他回家的家乡那个地方可能是非洲猪瘟的疫区，他来回的时候移动会造成我们的疫情扩散，也要能够告知他们呢。好，你的宣导不是只有宣导回来的，要过去的也有啊，因为我就刚讲过，春节的这种交通移动是最容易造成病原体的这个散播。我们再加强这个宣导了，用一些图卡更清楚去加强宣导了啊。好，那综合大家的意见哈，我们看了大家的意见，赵正宇委员主张2000万，黄昭顺主张100多万。然后这个张宏禄委员主张冻结，我们来综合好不好？我们这样处理好不好？3减50万，然后冻结1/10，那报告后使得动之。1/10是多少？十分之一一点点而已，他贵爸爸。十分之一400多万，那个不到赵正宇的一点点，对，好，可以哈，好，没有帮他删掉哦，你这样可以吗，赵委员？你不是要3000吗？没有嘛，他同意了。后来大家同意就好了，不用了。好，谢谢哈。好，那就这样哈，修正通过哈。350冻结1/10，专案报告，对，来，再来，一般建筑没有了嘛哈？有吗？没有了。来，回到这个第九目有吗？张宏禄委员的，文教的部分，张宏禄委员的。张委员，你有意见吗？第九目这个，请他们说明一下啦。文教处的业务主要是委办费编列了3404万，那主要是包含委托研究跟委办的活动。那我们主要增列是因为因应陆方对台的31项措施，吸引我们台湾的学生去大陆就
就学实习等等。那所以呢，我们必须就是要掌握两岸的文教教育的情势，那咨询各界的意见，评估对我们各层面产生的影响，那强化政府的应应措施。那另外呢，我们也会主动规划两岸的学生的一些交流活动，那透过这些研习交流座谈等等，那提醒去大陆的一些相关的风险，展现台湾民主自由多元文化的活力。那我们的这个委办经费呢，都是因应两岸情势审慎编列，那恳请委员支持，谢谢。因为我也是联署人呐、啊、哈，这个案子我想要问一下哈，那个我们的委办费里面有没有包括，譬如说台北市跟上海要办双城论坛啊，然后我们委托他，或者是有补助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费用，这部分没有，完全没有。对，那这个文教的部分，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智库来台的话，办一些研讨会，我们就会有这个委办费用需要执行，是这样吗？没有，我们委办费主要是规划那个两岸的学生的交流活动，只跟学生有关，对，跟学生跟智库的学者比较没关系。那个是用补助费，不是用委办费。对啊，不是委办费，对，我们委办费，文教处的部分是没有。对，主席，那我们是不是减列10万，然后不要冻结？好，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来再来继续。哎，没有问题的，来，主角，没关系，照着顺序来。好，主角，回去通案不予处理吧，我们通案就不予处理了。通案里面有一些有意见，当然要处理啊，有意见哦。那个林玉华委员，那要先处理通案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回来通。哎，来第一案哈，第一案张宏禄委员的提案。他说希望简略，来请说。细节都处理过了，我们方案也没意见了，细节都处理过了。有意见的，林委员有意见，委办会啊。刚不是，陈委员也有意见哈，来。刚刚不是已经？刚刚不是都处理好了？来，那个林委员，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提一下，我觉得这个绩效要让你们说明一下再看看哦，因为其实我为什么是提通案啊？因为发现陆委会其实在委托研究委托办理的钱，2018年到2017年是增加了1500万、欸、增加非常多。但是如果我们看成效，由于在委托研究的成效啊，如果从你们105年跟106年研究计划案研究做出来之后，真正有参采的105年只有三案，106年只有23案。仅供参考的达到275跟215案，所以我就不知道说以这样来讲，这个研究计划研究完，研究，然后就又收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到底对我们两岸的事务的推动，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太大的功效，而且最好是增加那么多钱哦。还有在委托办理的部分也增加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这个应该要说明一下吧。跟委员报告好。其实主委，我认识唐雄姐，因为我们的案子跟他们一样，你到时候一起解释会不会比较快，好不好？好、哦，因为好不好？因为阿伯你那边过来改水一改啊，好、哦，我看你感冒。就是基本上我们比较有意见是第四案跟第六案，那第四案的部分跟林委员的意见是一样，那就说我们发现近四年的预算，其实每一年哦就编列超过就是6300万以上的委办费用，那当然你明年度编列到已经比过去四年都还要更高，到7881万，那这个全部的预算我们有看过了，四分之一以上你都用在委托研究上面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对于譬如说你委托这些专家学者或学术跟研究机构去针对两岸情势去召开这个研讨会座谈会，甚至有一些是研你什么什么撰你研习报告论文等等，这个那我想问一下说这个部分到底你又编的比去四年前都还要更多，甚至高达7800多万，到底它的实质性的帮助在哪里？
好，我们想要就是说，请陆委会说明说，我们当然不是对这个部分有意见，但是你们必须说明清楚，就是说你们实质性的帮助在哪里。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过去我们有调你们资料出来，就统计资料发现说，你陆委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哦，譬如说你研究出来，但是你的采行比率跟编列预算的比例是非常的低的。哦，那说像你105年有282项的研究结论跟建议，可是你去采用甚至编列执行只有3项，那106年你有241项的研究结论跟建议，结果你采取的参采的是23项，那2年的参采的比率哦都只有1.06跟9.54，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比较 care 的是你这采行比率这么的低，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去说明清楚？而且因为你采行比例这么低，而你108年的委托研究的预算还比107年度增幅到50%，这个部分是两点，希望你们能够说明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第六案的部分，好，我们的案子第六案的部分呢，好，就是说。我想请问一下主委，就是陆委会，他在明年108年的预算当中哦，你国外旅费编了616万，好，这个金额是过去7年最近7年来最高的，但是呢，你在大陆地区的旅费，我们总共只编了458万，好，是10年来最低的哦，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部分是不是陆委会这边应该说明，就是说对于你们国外旅费的预算超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预算，好，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编列方式，你们觉得是合理？对我们来看，我们是觉得不合理的。那你们为什么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编列？哦，这个要请你们说明清楚，因为我们有去查过你们过往编列的情形跟方式。其实过往陆委会成立以来，大陆地区的旅费的预算。好，都是比国外旅费高，只有2个年度是这样，一个是民国85年，跟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现在编列108年的预算是国外旅费比大陆地区的旅费高，所以外面会质疑说你们这样编列方式跟过往不同，甚至是过于离谱，而且不合常理，是两岸关系去倒退到23年以前吗？我觉得这个都要说明清楚，对你们才公平呢，好不好？主委，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啦，不然人家会觉得你们。国外旅费比大陆地区旅费还要高，是不是不务正业？还是说我们两岸关系倒退23年？这个对你们都减分，好不好？所以这两个部分，请你们说明清楚。好，谢谢委员的提问，让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参采那个比例，那个是科目编列的问题，是你要参采之后要编列预算去执行那个当地，因为。我现在需要的是各种情资的掌握到我脑袋来。现在我们看到北京啊，他这个调研呢铺天盖地而来，一波一波的到台湾来调研。那我们没有人去了解他，所以我们透过学者专家到那边办座谈会去调研，这个要增加很多很多的经费。尤其美中台现在战略交管三角关系非常复杂，那习近平又取消那个宪法上的任期延任，他内部的权力结构怎么样？这里面太多是都新的现象，从来没有的现象，所以我们非常负责任的要增加很多经费，透过学者专家去强化那边的调研，才让他们了解，因为他们来的人太多了，我几乎接待了好多，几乎每天都在接待这些人啊。那另外一点是国外现在不是台湾跟大陆的关系而已，是整个。那世界都要去了解，因为美中的那种贸易竞逐、安全议题的竞逐，这个东西全世界都要关注，所以我们也要借用全世界的智慧，到世界各国的智库、政府部门去了解他们怎么看待美中的贸易战争，怎么看待美中的这所谓休息底的陷阱的这种视线啊，所以这个要给我们多一点经费啊。因为如果跑一趟是不容易的，那这个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同仁出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最主要这一次所以经费这么多，最主要是因为应用新的情势。那你看这些东西出来，都到我脑袋里，我才能够做正确的那种大陆政策去判断大陆内部，还有两岸之间，还有他跟美国之间，还有整个世界之间，跟欧盟之间，跟日本之间。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就要去综合判断啊，这个东西不需要去编列预算去执行啊，到我脑袋里面就能够去掌握一个政策的方向了。所以我想我并没有去反对你说的要去对于现在新的包括国际情势对两岸关系影响的判断啊，但是随着委托研究的东西，你就可以设定在这方面就好了嘛，啊，地方不用增加预算啊。
你就把研究导向这个方向就好了嘛。那我就不知道说你原来，因为所谓的研究案每年本来都是独立的内容啊，你应该没有所谓固定的，不可能是有固定的研究案的委托嘛，一定是每年设定新的主题去委托研究啊。那你就把明年的部分策略上引导到这部分就好了，而不是说我今天又增加了那么多的钱去做委托研究，那你原来那些钱要做什么？我们做研究有 long term 有 short term， 有些长期的资料你要去累积，要去观察。那还有那个新增现象是，我们都当过，我们都待过公家机关。对，不，我说这研究费增加那么多，有一个是，我真的是有一个长期资料你要去累积的。那另外一个是短期现象要增加，我增加是短期现象，你不能因为短期现象。长期的部分是我们陆委会就应该要做的啦。所以你要给我经费啊。那你告诉我哪些委托案是你每年都在做？你就提出来嘛。十五那个每个五年的计划里面，它的人口增长是它各方面的这个数据，对不对？那它的 GDP 它是不是成长？这些东西就是每年要累积的资料啊。那是部分的委托案嘛，但是你不可本来就是很基础。但我的意思说，委托案的部分，你只是增加了很多的委托案而已、啊。增加新的委托，新的委托，你要去调研呐、啊。那既有的调研不能放弃啊。那个因为我们主委哈、哦、感冒，所以哈、哦、我帮他讲一点话，我也带过行政机关了哈、哦。那个委员，第一个经费上面，如果他是例行的部分的话哈、哦，大概我们不会有太多意见。但是那个陆委会呢，他跟其他的包括什么科技部、教育部还是不太一样哈、哦。第一个，他必须要通过所谓的二轨哈、哦，或者是其他熟悉大陆各种情势的，好、哦、利用智库的多方的交流哈。哦来多了解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些两岸交流的关系，所以他不管是长期、中期或者短期，他确实有这个需求。好、哦，那至于他是有什么项目，其实现在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瞬息万变。好、哦，那瞬息万变，你如果只看大家都互相看对方的电视啊，也不行了哈、哦。所以有一些长久以来在跟陆委会啊。这个协助多方了解中国大陆现在的不管是经社的发展状况的人，他们确实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类似个委办的经费来帮忙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检讨，但是能够不删减会最好啦。好，可以冻结，因为他们说明的不够清楚，但是也不要删减啦，因为我刚有提过哈，今年确实会比较特殊。因为今年会碰到总统大选，现在暂时都大家都不要发言了，好不好？对，因为陆委会主委，我看他一直流鼻水，我要叫他赶快回去哈。好了，但他讲话已经都会发言，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就刚刚包括陈怡杰文也提到，研究案出来，结果你被参采的比例连10%都没有。那个、我来处理一下好不好？那个陈委，你还要发言吗？那两秒两分钟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采行率这个部分你说比较低，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就主委的意见了，因为很多 project 是 long term 跟 short term 的，那但是就是说固定的就是要做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要回答所谓林委员这部分，是不是就让我们参考一下，比如说你 long term 的 project 有哪一些，那这一次增加的比较就是说 short term 的 project 哦，把它明细列清楚，让我们也能够了解，因为这个我能够认同就是说两岸关系其实是需要就是滚动式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不论任何的 survey 或者是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就主委你讲这部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你就把 long term 要做的 project 就是列跟 short term 的，让我们清楚的了解是不是在这个增加部分是增加在 short term 或 long term 的部分哦，那我觉得这个是要说明清楚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那个国外旅游的国外就是国外那个旅费的部分哦，那我也希望同样的就让我了解一下，就说譬如说你要去了解不单单可能就是两岸的关系，所以在两岸的旅费会比较低于所谓国外旅费的部分，那到底你去哪一些国家哦去做参考去做研究甚至去做交流，那这个部分也都请你们就详列给我们参考了好不好？30秒了，30秒那个不用回答了。那个主委，我咨询的时候，我有讲到、哦、这一次那个中国发生这个非洲猪瘟嘛，那你们海峡两岸农产品的，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啊，有要再调整的必要啊，看有没有什么方向可以提早让我知道的，就让我知道。好，谢谢主席。
好，那么那个现在通案的部分就我们就不处理了哈。那然后这最后一个案子是第一幕的那个林立禅那个特别会的那个案子，我们就保留协商哈，保留协受协商。那那主决议来，主席协商啊。我替主委说一下情哈，因为那个特别费啊，嘿，最后都没处理了，你放心嘛，官委员那些，就针对性的嘞，不是那个林委员，不是他很没有，我跟你讲，越讨论就越针对，因为林委员特别要走的时候特别拜托，所以我说把他保留上协商就好了哈，好不好？就不用再讨论嘛，好不好？来主决议，来主决议，大家都拿到了吗？那个五十一案有没有意见？那个陆委会我也跟蒋介石委员那个商量过了，就是把那个因近年海洋两岸关系海洋两个字删掉了，就两岸关系就好了。显见，然后在第一二三第四行9.54%后面显见两岸委托研究计划成果不如预期可采行等等等，这句话删掉了，然后等于建请大陆委员会相关委员就等于 OK 了，好，好不好？我觉得蒋委员写的不错啊，买了买了。同意吗？对，同意啦。那个陈教授今天那个维养，好，那就修正通过哈。好，修正来52。那这是本席的，52是我的啊，对啊，嗯，你要两个月哦，你要加两个月哦，那个两个月不会时间不会太长吗，主委？那个朱温的是两个月，哦，一个月应该 OK 啦，好不好？朱温一个两个月太久了嘛，哈，改一个月哈，好，来再来52、50，强化哦，对，对，就强化，我们就改成强化，然后一个月哈，好，那53也是本席的意见，接受哈，没有意见哈，就是。那个春节班机的事哈，然后54也是本席的意见，没有问题嘛哈，好，然后55也54之一是陈怡姐委员的案子，一样的哈，所以没有问题哈，就通过哈。你拿麦克风嘛，你拿麦克风，对，不是那时候有说我们的文字是要求陆委会于两周之内针对放宽陆客财力证明等等这些去做放宽的条件限制啊，你们陆委会的人沟通说最快连公告要三个月是最短时间，你这个是写两个月，这个按说明一下，不是我写两周，我是在提醒他们，因为那时候咨询的时候我说太久了吧，我那时候说三个月，你说你的速度一定会比三个月快，那这就是两周，然后说他们有人来沟通说因为还要公告等等的程序，好了，两个月了，等一下啦，改我是 提醒你，对，不然等一下说明一下好不好，我们都拿不到案，这个案我很关心啦，这个案在哪里啦，这里啊，54之一，你们要给我们啦、啊，你们印的没发下来，在哪里啦？刚刚才出来的，有夹在里面呢。各位没有手上没有主决议的案吗？看一下啊，看一下，他是要求嘛，对不对？哈，要放宽财力证明，还有旅行社乘坐资格跟保证金规定，他是说要完成相关法条及政策之修订哦，所以意思就是啊，意思就是。你们说明一下，意思就是这些已经决定全部要放宽了哦，这个案通过是这个意思哦，那这是不是你们的意思？部分会放宽、啊、那就不应该这样写、哦、你们这些官员也不会提醒你们说
要求所有这些事都全部要完成相关法条跟政策之修订，啊，你们全部同意，所以等于这个案通过，就今天出去就是意思是你们全部要放宽，放不放宽我没有定见，我要听你们的意见，是不是这样？所以你们已经准备好要放宽陆客旅游的财力证明，还有旅行社乘坐的资格也要放宽，还有保证金规定也要放宽，是不是？已经有政策了，都要放宽了，是不是？不能陆委会单独决定啊！啊，这个有没有涉及？啊？在哪里？12月17号送到行政院内政部送的。但是完成修房没办法两个。那你们就要讲啊，所以你们就要讲清楚啊。也不是，而其他相关部会呢？你们其他相关部会，你们其他相关部会的协调也完成了吗？全部完成了，所以是要已经通过了，已经通过了。12月17号送到行政院啊，行政院通过没有？还没。啊，还没有，你怎么会同意呢？你们陆委会怎么可以帮行政院做决定呢？我想这样子了哈，这个案子我们来修改。所以我就文字可以修正了，好不好？修改几个文字啦，好，请他们作为参考了哈，好不好？那个修改文字，完成相关法条的前面加个协调啦，没有啦，那个主委还是你要求两个字改成建请。好了，改建好不好？对了，我们可以接受，改建应该可以接受。两周内吗？不是两个月吧？两个月啦。就建请，哎，这个法已经出去了，这个、问题都没有。建请陆委会以两个月内针对这些陆客财力证明等等等等做法条的修正 ，OK 的啦，哈，好，那修正通过哈。那接下来就是55案。这是蒋委员的，没有意见哈，就通过哈。56。你们哦，那个政府就是政府，什么叫蔡政府？好的，那两段把它拿掉 ，OK 的。好，哎呀，还没有那下嘛，哈、嗯哦，上面有这蔡政府，我都爱恨一片。我们主决议里面的那个蔡政府这三个字拿掉好吗？因为我从来不晓得政府叫蔡政府，就中华民国政府，你可以交通部可以，内政部可以。好了，那写中华民国政府也可以，把修正为中华民国政府也可以哈。好，那个，那两段拿掉可以修正通过哈。有一个那个蒋捷安的那个55页的这个哈。的那个部分哈，对不起，我只请教一下，我跟那个洪委员一样，30秒，请问一下那个李明哲现在的部分是怎样？现在有定，你可不可以回？现在刚刚去探视回来了。他现在还好吗？还好，李静怡刚刚去探视回来。那他要服完刑期才可以回来是吗？那不一定了，因为也在。因为不管是人道的探视，或者是司法的协助，我们司法协助现在还可以走吗？还可以走得下去吗？我们还是有透过那个管道叫他能够提早，就是能够那个服刑到一半时间之后就能够假释出来了，这都在争取了。我们尽量协助好吗？哈，因为有关人道的救援跟探视这个部分，这都变成国际性的议题。探视没有问题了，现在刚刚探视回来。好，谢谢。56按照他们的那个修正通过，哎，好，57案，有没有意见？也是做了一些修正的哈，他们有修正嘛哈？好，那就修正通过哈。好，那58案，有修正吗？他们有修，就通过哈。59案通过哈，然后60案通过，有修正吗？好，那就按照这个修正。那个赵委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来，61在哪里？对，61，就是我们后来提的这个又改制那个案子。好，那个。好了，那就照这个修正通过哈。你们有改的吗？哈，好。蔡政府这三个字拿掉。蔡政府拿掉了以后，那个上台后，那个上前面要怎么接？蔡英文总统嘛，蔡英文
我们总统不是蔡政府啦，这个很正常啦，没怎么样啦。蔡政府上台啊，对啊，不太像啦。你们以前，我们以前是讲马政府啊，现在还是讲蔡政府一样啊。蔡政府上台后，蔡政府一拿掉的话，就没有人上台，就陈明通上台后这样子吗？这个是临时，这个是临时出来的，我们都还没有办法处理。没了，这修正这个 OK 了哈，好，那就修正通过一样，就后面这里啊。好，这个拿掉嘛，你们现在是什么？形同变相的中一国两制拿掉了吗？没有，全部都照你们的啦，哪有这种事？这本来就一国两制啊，那我不同意啊，对，我不同意，对，好，修照这个修正，嗯。没有啊，那个等会讲啊，有意见要讲啊。那个删减科目让他们自行调整，哈，好。主席，他们要讲啊，针对你六十一的主决议。要讲什么？快点啊，有意见要讲。我问一下，因为这里面哈，那个我问一下，因为你这边写说第七会期开议前要向内政委员会实施专报，那谁来开会？开议前呢？休会期间来做报告，那不是很奇怪？是不是要把时间稍微改？时间可以调整啊。大家拢在休会，你叫人来报告，好啦。啊，跟要啊，向执政党委员积极沟通啊。这个也很奇怪，执政党委员积极沟通，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语义，哎，这个语义上面是确实很奇怪。那因为我刚才说这个主决议永庆下来临时上来，我们都还没看完，然后就通过。我们这个不是临时写的，这个应该是昨天还前天写的。刚刚才看到的，刚刚才拿到，刚刚才拿到，没有啊，这刚刚才看到的，连打字都还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要跟谁沟通，我们不管他好不好？我跟你讲，我们根本不用管他跟谁沟通好不好？就是按着要通过而已啊。不是啊，这个就很针对性嘛，就冲着我们来嘛。没有啦，我这是集中软性的抗议嘛，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你是执政党，不要执政党，然后又针对弱转沟通嘛，像委员沟通。不是啦，这样子写啦，我觉得这样写不太好哈。我这样写好不好？延请陆委会于第七会议期开议前沟通协调陆配六转四之法案，这样子啊？好了，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就很婉转了吧？那后面那个内政委员会没有了？这个不止内政委员会的事情了，这个是这个内政委员会不是内政委员会，因为内政委员会案子已经出来了，这个是前院委员会的事情。好，所以这个要拿掉。那个你们把它改掉，这个嘿，对，这个拿掉，这个不是内政委员会的事情啊，这个已经是那个了，是好，延迟要求陆委会于第七会议开议前积极沟通协调陆配六改四之法案顺利，安内德赫顺利通过，好不好？没有啊，这个不能。第一个内政委员会怎么可以做成全院委员会里面的主决议呢？因为我们做建议而已啊。好了，要不然都那个陆委会的先摆在一边了，我们先再休息一下，来。买啦！啊，真的没有代志，因都要给有代志，我哪到？我也抱病上场啊！我已经很努力的，都退了一百步，我今天已经退一百步了呢。不是啦，你们陆委会哈太摆烂了，文字应该怎么修？你们赶快提建议给主委啊！啊，就坐在那边，这种小事也在那里浪费时间。好，休息五分钟，你们做作文比赛。好，谢谢。就剩下一个而已嘛。对啊，阿姨，你说我们赶快把它审完吧。啊，休息五分钟，我要上个厕所，可以吗？好了，好了，好了。黄姑娘，赶快上厕所。看一下文字要怎么弄啊？你们这些管事专家。一页主决议要向执政党立委沟通，我们不抗议怎么可以？爱个蛋啊！不加一的法案已经一路啊，后悔啊！法案已经后悔了。灾防法跟消防法的那个提案说明，早上对于法案的那个提案说明已经讲过了。哎，阿罗阿罗审查，你看一下那个雅芬写的，好像是委员，那个好像是所有的预算都弄好了，在。
钱要不要做呗？对啊，这种案你们也都说可以，你们什么都说可以。有你们在当什么官？什么高举公平正义大旗，大旗背后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身份悲歌，讲成这个样子，你们都没意见。你们都没意见，你也什么对呀、啊？你也没有负责任呢、啊。借我看一下。你就去改呀、啊，应该怎么改就去改啊，还说可以可以，一个一个都通过。好，知道。都不想多负一点责任。好好，我怎么还没看到？都在里面。好，没问题。我拄才都还没看，伊就通过哦。我刚才看了蔡政府上台后，啊，就不用就过啊。我好像没执政党委员，我都看到，我唔知今日。你看到后面写的什么悲什么身份悲歌，那边吃香的喝辣的。嫁给韩国人一辈子也拿不到的，今晚到家里要哈。好，谢谢，好好好，谢谢。是委员到那边，我是林律师，长这个委员提案这个部分对我说明一下吧。这是什么？这是陆委会员，没有，我先处理陆委会好吗？没有，等一下再讲，嘿，我们再处理这个，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有歧视性的。意思是，什么叫六种四？啊？没有了。第六种四，看疫情，积极沟通协调。积极沟通协调各政党委员。不要积极沟通。不是的，你还有，那你时代力量呢？啊，对，沟通协调就好啊。没有，那前面的文字呢？啊，这样。什么身份悲歌啊？那再重新念一遍好吗？那个念一遍。等一下，等一下，不是，我是说，要主席同意才可以。中常委，你也不爱听。您今麦当爱中常会，他妈有开哪无开同款呢？有啦，那是无。啊，今麦主席，今麦主席嘞，是要哪处理？嗯。主席的该算了，爱一流嘛，
不是的，啊，爱投票干不行，好累哦，那投票率一定超低的，说不定到最后不到一千人。你讲过？专攻的，而且专攻不到一千人。来试看麦。欸欸好像有一股力量是要支持游盈龙。有啊，那个蔡依瑜跟他说啊。嗯。有一股力量要支持游盈龙。因为那是阿扁在支持。哎，对对对。那个蔡依瑜跟他说，说那个在支持那个游盈龙。喂，你好。嘿，嘿，嘿。我要跟你讲，嗯。期待他。嗯，对。对，重点在这里，要学是不是？对，这个变相的一种两次。一共他那的开疫情，积极协调沟通嘛，可以啊，可以啊，但是这个我要这个。啊。这不能的，这要不上，我你要不平安好好做。对对对。啊我跟母妈妈，重点在后面这一句啦，这形容词就给他啦。重点就是积极沟通，安尼啦。积极沟通什么物件？第七就是那个六转世啦，第七会期开以前，身份背锅啦，要身份背锅，又要一些形容词啦，形容词。这个要了，他就蔡政府这个他这些形容词他都想要了，全部都要，都想要。哦，我们没办法接受，你们去开，你们去开，我们全部退席。我们不，我们什么？我们上台以后给他们身份杯歌。没有动吧？我没有动，六年变四年没有动吧？没有动吗？第一句他那个同意三年，但是这个我们也觉得没有，他是蔡政府还是要啊？三会。农会台下贼。我们前面所有的预算全部各部会才删20万，你们被删了那么多，还搞这个？他们以前写的比这个更散会，这个根本就是文凭在找茬啊！啊，对啊，金沙，我在金沙，我在这边，金沙这里都叫他们。我不知道我怕了。所以，委员的意思是这些红色都不要，就是你们可以改，但是不能改。对啊，我们不能这样嘛。嗯、你们蔡政府高举公民正义，可是却让他们拿身份背锅。他在挑拨我们跟陆会的感情，挑拨到这种地步，啊，污蔑政府到这种地步，啊，你美要修，再想一想怎么修啊？再想一想怎么修。对，还是哦，还是在语文里面不了解的。他说人家只能给哦，你可以改回到实在上面。规个路委会无法度处理这个，这个啊，这个。哇，好。那个我们就把等一下，我们就那就建议嘛，所以，我建议公益啊，
本来要管理，结果伊这是大头人，迄大家要赚钱，对嘛？要投资的。对啊，放心啦，放心，我拢会跟平时一样的，你放心，哎，好，放心。我随时会甲金沙联络，哈、哦，我拢会甲做，哈、哦，好，谢谢 ，OK， 好，拜拜。不急好吗？原则上我大概八点左右，好不好？嘿，是八点哦，因为我人拢在外口待来上班，所以可能零点左右我会。你们那个，明天一早要。真会假动啊！不知道到前面。我刚问雅珍，他说可能假动，因为要去跟雅珍沟通。那如果有国家语言发展法的话，下午还要再开会。下午又要留下来。我觉得他那个黄昭顺那个部分，看能不能把身份悲歌去掉，然后把一国两制。古来野菜公生命遥遥无期了。变相一国两制这个放的关系，现在身份悲歌。作文写好了吗？你迄啰什么？你改什么遥遥无期？啊，一国两制，何里老了呀？啊，什么身份被遮盖，改做遥遥无期？为了向你。哎呀，他们期待遥遥无期。修炼呢？啊，你们这个公平之路，喂。好了，那个诸位，你在旁边做作文呐、啊？啊，我们把那个消化那个弄好了。会做完我就马上帮你处理呀、啊。啊，先我们先可不可以等下卡时间呐、啊？要搞消化好，刚再让我先来个处理你的。我不会，我绝对不会跟你外公，我恭维送为郎，你放心哈，好不好？让他去把文章做好啊，我们把消化好跟再让好，先把消化好处理好。
哦，内政部哈。他是不是写？他不是写好了吗？这个下好啊。好，这样安尼啦，好不好？各位耶，啊，不过嘛袂当做伙先读个用条文的吼，嘛袂使。他已经快写好了啊。那你写好了吗？你要多久？他很会写的，他教授没有问题。不，可是现在教授很头痛啊。教授，这个再给你。那这样子好不好？你继续，让我让他们念先读内政部的东西。内政部的好。那陆委会的要不要先读啊？陆委会不用先读，不用先读了，他这个结束就结束了。结论等一下再念啊，等他弄好。我跟你讲，他先读要二十分钟，所以我让他们先读，好不好？先读，预算好不好？那个可以拿，好不好？来了，来回来。对，那个陆委会主委，你就继续坐稳哈。那我们先一面进行，一面处理哈。那继续审查讨论事项第三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内政部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部分，请先读预算书跟委员的提案。请先读。108年。